各位上知识，天台式教育现在讲原教，是第四，那么藏通别圆化法四教啊，那么前三教讲完了，现在开始讲原教。这个科判，一样的分三段，第一是标，第二是，第三结，标就是标出原教的名目。赐名原教者，这一句就是标。这里所谓原教，因为前面别教说完了，其次说原教。什么叫做原呢？下文是有解释，现在先简单说一说。原以不偏为一，不会偏，原处处周到，原以不偏为一，它的意义就是不会偏移任何一边。而这个原教里面所讲的理论呢，是最高的境界，顺离最彻底，断惑最究竟，所证最高点，那么就是所有的佛法里面呢，原教才说的最究竟最彻底的教法，当然它的理论是超出一般，这个我们所能想象的，不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，有许多呀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所以古德解释说，这个原教所说的道理呀，是说明这个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，这个地缘六度等等诸法，所以他在四地里面是说的无作四地，不假造作，本来如是，当体即真，所以在原教里面讲这个四地呀，苦地，他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切诸法当体就是真如，无苦可舍，苦不可得，因为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等一切诸法，这世间三界六道里面所有的果报上的一切诸法当体就是真如，没有苦可以舍的，苦不可得。那么这个境界啊，它就是直接看到经体，不说外相，如今作气，气气皆精啊。例如说用这个纯金啊去做十法界一正二报一切万物，那么他不说外面的差别相，这个金虽然是金啊，可是它的外相是人，是菩萨，是佛，或者是下肢，地狱恶鬼出生，乃至一切种种的差别相，他不看这些，只看当体即精。那么这就所谓无苦可舍，当体就是真如啊，翠竹黄花无非般若，青青翠竹啊即是菩提，因为他以这种境界直接看到他的诸法的离体，当体就是真如自性，当体就是诸法实相，并没有那些苦报啊，苦的意义可以说明的，无苦可舍啊。那么这是原教的无作苦地。至于己地吗？己地就是烦恼造业，可是他也是直接看到他的本源啊，烦恼即菩提，无明尘劳当体就是菩提。既然无明尘劳当体就是菩提，那也就没有烦恼可断，烦恼也不可得，无明当体就是菩提，烦恼不可得，所以无极可断，没有极可以断的，没有烦恼可断，那么业也不可得，那么这是直接看到诸法的本体。那么至于到底在原教的看法，边邪皆中正，无道可修，边是边见，
邪是邪见，无论是边是邪，当体就是中地，就是真法啊，边邪皆中正，无道可修，道也不可得啊，这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啊，这是原教的道理啊。他无所谓什么中边正邪，这些名相啊都是假的，他直接看到诸法的体性啊，所以说无道可修。那么灭谛吗？生死即涅槃啊，无灭可证，生死当体就是涅槃，离开生死没有涅槃啊，因为有生死才说有涅槃，因为有众生才说有佛，众生不可得，佛也不可得啊，因此无灭可证，这是原教的灭谛。这种理论呢，都是超出三界外的圣人的境界，不是我们六道凡夫所能想象的，我们只能仰信啊，深深的相信佛说的法必定有他的特殊的境界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。十二因缘也是不可思议的，不生不灭十二因缘，流转门也不可得，法灭门也不可得啊，流转法灭当体就是诸法实相，所以十二因缘也是不生不灭，也是不可思议。那么他所说的无论是三谛，说三谛圆融啊，三观一心中得啊，无论四相理性当下具足啊，四即离而离即是，离是不异不二啊，他不离别，不是有接见，不是有见识啊。那么他只是这种教理啊，只能教化这个最上根人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的只是为这个最上圣者说，普通大圣根性还不能接受，是最上的大圣根性啊，也就所谓一佛圣，才能接受这个教法，所以这就所谓原教。那么原教菩萨，这个原教的根性的菩萨呀，他在四谛当中以戒外的灭谛为入道的出门，别教是以戒外的道谛为入道的出门，所以他有见识。而原教他是以超出三界外的灭谛为他修道的出门啊，所以当体呀、啊、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这是至高的境界，不是我们所能体悟。那么我们只能知道哦，有这么一回事，有这个道理，可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啊，在我们凡夫里，烦恼就是烦恼，菩提归菩提啊，不能相继啊，生死就是生死，涅槃就是涅槃，也不能相通。那么这是凡夫的境界，上面所说的都是原教佛的境界啊。那么这就是标，先标出原教的名目，是名原教者。下面是解释啊，解释的时候啊，解释分两段，第一是名一，第二名位次。先解释原教的名相，它里面所含的意义叫做是名一，然后说明原教的修正位次，所以叫做名位次。现在就先讲第一是名一，解释原教的名目意义啊，有两段，第一是原意，第二名功用。先显示原教的这个名相上的意义，所以下面就是先列出这个名相来啊。原这个原教的原呢的意义啊，原名圆妙、圆满、圆足、圆顿，故名原教也。这一行文字啊，就是解释这个名义啊，说明它的这个圆的名字的内涵的意义啊，就是越这个圆妙、圆满、圆足、圆顿
四种意义啊，来解释这个圆教的意义。第一，这个圆就是圆妙，圆教所说之理呀，最为微妙，圆妙。怎么叫做圆妙呢？三谛圆融，不可思议，所以叫做圆妙。真谛、俗谛、中谛，这个三谛之理呀，彼此圆融，真中具备俗谛、中谛，俗谛中同时具足真谛、中谛，中谛中同时具足真俗二谛，三谛圆融。这种境界不是我们所能了解，是佛的境界，不可思议。所以不可思议就是妙。智者大师解释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他解释那个妙法的妙字，妙名不可思议也。什么叫做妙啊？妙就是不可思议。这个微妙啊，就是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口意，这种的境界才叫做妙啊。那么这是用妙来解释那个原意，也叫做圆妙。其次说到圆满，什么叫做圆满呢？三义相继，无有缺减。三义相继，无有缺减，所以叫做圆满。说理最圆满，这个圆呢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说大，它大到没有这个大之外的东西，因为这个大就是周遍的，无处不变，最圆满的，所以他说你随举一发就具三发。比如说说三谛，就是一谛具三法，三谛彼此互相圆融。说三观，一空一切空，假中皆空。说假观，一假一切假，空中皆假。说中观，一中一切中，空假皆中。所以凡是说理呀，都是三一相继，互相圆融啊。那么随举一发就具一切法。所以华严经说一中解无量，无量中解一。那么一切法当下具足，没有一点点缺少的，这就叫做圆满啊。那么也就是显示这个圆教里面的说理呀，最彻底、最究竟、最圆满，没有比它更殊胜、更超胜的了，所以叫做圆满。其次用圆足来解释那个圆意。什么叫做圆足啊？圆见四理，一念具足。天台讲这个一念三千啊，就在我们当下一念心中具足十法界，每一个法界都又具足十法界，那么就是成为一百个法界。每一个法界里面有十个如是，就是法华经啊。那么里面所说的啊，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啊。那么如是相、如是性，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等，这十法叫做十如是啊。每一法界有十如是，一百个法界就是一千个如是，这一千个如是再配合五蕴跟众生国土，每一法具一千法，那么就是所谓三千性相。一念当下具足这个三千性相啊，理具四照两重三千，一念具足，这个叫做圆足。这个道理啊，必定要彻底了解这个所谓一念三千之一啊，才能明白这个原意，就是圆足的圆满具足。无论是四相理心啊，都是同时具足三千的意义。理具理本来具足三千啊，是四相上的表现，四相当体也是三千，理具四照两重三千，一念具足，这个叫做圆足。其次用圆顿来解释，这是说他所修正啊，所断所证呢、啊，都是顿超的。什么叫做圆顿呢？体非见尘，
他所证的离体不是见次成就的，当下就是啊，他的教体本来就是圆融的啊，本来周遍的，这就是圆意。他的离体本来就是如是啊，不是见次而成的，非见次成，所以叫做顿啊。那么所谓顿呢、啊，他的皆位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他的断烦恼一断一切断，一伏一切伏啊。所以这些道理就是显示他圆顿，不是按照次第没有见次的。那么这个《楞严经》里面说的初地即为八啊，无所有何次，初地当下就是八地啊，那么八地当下也具备初地啊，那么没有什么次第不次第，这是圆教的顿意啊。这些道理我们只能呢凭这个文字上知道有这么这些理而已，那么要体会啊，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容易的。他的顿超啊，不落见次啊，因即果而果即因，因果不二，这种的境界那就是圆顿。上面所讲的就是四圆意啊，说明他圆教的意义啊是含是这些道理。其次说明他的功用，明功用啊，正文里面所说的啊，所谓圆福、圆性、圆断、圆行、圆位、圆自在庄严、圆建立众生，这就是显示这个圆教的功用。圆教的道理的功用啊，具备这些道理。所谓指下文来解释上文啊，什么叫做圆福？圆福无住烦恼，圆教的修正，他能福祸的时候啊，同时顿福啊，五住就是四住再加无名住地啊，见祸为一住，思祸分三，欲色无色分三啊，那么就四住了，再加根本无名，就无名住地就是五住，这五住烦恼同时顿福。修圆教的根性，他顿时能够把这五住烦恼同时压伏住，不使他升起现行，这圆伏五住叫做圆伏。伏啊就伏惑，把烦恼种子的作用啊把它压伏住，使它不能升起现行，好像石头压草的根情况一样啊。那么他能顿时圆伏五住烦恼，不像前面的别教啊，他要次第来啊，那么一步一步见惑思惑慢慢的断伏，他这里是顿时伏解烦恼。圆性就是彻底正信到这个诸法的常理，这圆常正信啊，常住之理呀啊，一法具一切法啊，那么随举一法，法法具足啊，那么这种的道理他当下能够彻底深信，所以叫做圆信啊，就是所有的教理啊，无论多广大多深多长啊多圆，他同时顿时能够彻底信入，这就所谓圆信。圆断指他断烦恼的时候一断一切断啊，所有的烦恼顿时而断啊，所以叫做圆断，断一烦恼顿时断所有的烦恼，所以圆断。圆行论他修行的时候，一行一切行，随修一行啊啊，诸行具足，所有的修法通通具备啊。例如说修一法，一切法去向于这一法，是去不过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，所以叫做圆行。修一行具备一切行，一行之中同时顿具一切种种修行法门。圆位是一位一切位啊，正到一个位次的时候，所有的位次顿时具足啊，那么这个叫做一位一切位，就是圆位。论上求佛道方面，上求佛道
原教顿时能够圆自在庄严啊，自在就是他不假功用啊，啊，能所一如当下具备一切道理啊，通通都是顿时具备。所谓以一心三谛为所庄严，一心三观为能庄严，以三观证三谛，用三观的智慧来求证三谛。那么三谛就在当下一心中本来具足，三观也是一念心中当下具足，所以一心三谛为所庄严的境界啊，修一心三观为能庄严的这个第一的这个智慧啊，离为所庄严，智为能庄严，所以一心三智修一心三观啊，能庄严这个本有的所有的一切功德当下具备，就是佛果上的万德庄严，就凭这个一心三谛一心三观同时顿时具足，能所庄严，这就是所谓圆自在庄严。下化众生，圆建立众生，啊，他用四悉檀，啊，顿时普遍利益一切众生。他对度众生的方法，就是以这个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所说的四悉檀，第一叫做世界悉檀，啊，使众生得到欢喜的利益；第二叫做为人悉檀，使众生得到生善的利益；第三叫做对治悉檀，使众生得到灭恶的利益；第四叫做低义地悉檀，低义悉檀，低义悉檀就是使众生入离的利益，正离的利益。悉檀呢，悉就是通通了，隆重通通；檀呢就是布施，檀拿的简称。檀就是布施，悉檀简单说通通布施，对于度化众生方面通通布施，那不是只是说那个才是法师灯，他这个通通布施啊，就使众生断烦恼证菩提啊，最起码他说法使众生生欢喜心，这个叫做世界悉檀，欢喜的利益，就是按照世间法使众生生欢喜心啊，他虽然还不能深入，先说浅的，让他对世间法上能够了解到佛法啊，那么就是在世间法上求证菩提啊，明白佛法，那么使他升起欢喜心，这个叫做欢喜的利益，世界悉檀欢喜意，为人悉檀就生善意，为了众生要使他生善灭恶，使他生起善法，所以就为人悉檀生善意，为了众生要度化他，要使他生起善心，所谓众善奉行，要使众生众善奉行，那是完全为众生使他断恶修善的功用啊，越修善边叫做为人悉檀生善意，对治悉檀灭恶意，灭恶的利益，对治就是还有各种对治方法，比如说不净观来对治贪欲啊，这个慈悲观来对治嗔恨，这些对治的方法目的就是要断除众生的恶法，灭除众生的恶法，所以叫做对治悉檀灭恶意啊，那么由浅入深使众生能够断恶修善，那么对治悉檀越诸恶莫作方面讲，所以佛法无论你说多深多高，还是从前做起，第一步啊还是要使众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所以先做到这一点呢，然后慢慢深入，最后使他入离，所以叫做第一义悉檀入离义，用第一义悉檀呢来度化众生，使他去向以诸法的离体，而由此证入这个一心三谛之理了，所以叫做第一义悉檀入理义，第一义也就是理了啊，以第一义谛之理呀、来开导众生，使他去向证入于这个一心三谛之理，这就是所谓圆建立众生
啊，是建立度化众生的方法，播出这个四悉檀啊，四悉檀呢普遍利益一切众生，这就叫做缘建立众生啊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就是显示圆教的功用，显示说圆教的功用，圆教的教理的功用啊，福祸顿时伏五住烦恼啊，论性彻底身性圆成啊，圆满常住自离；论断烦恼，顿时一断一切断；论修行，一行一切行；论正位，一位一切位啊；论上求佛道啊，以一心三谛为所庄严，一心三观为能庄严，那么就是圆自在庄严；论下化众生，就是以四悉檀普遍利益一切众生，缘建立这个一切众生，所以叫做缘建立众生。这个道理都是无论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个角度来看，缘教都是最高的、最圆满的啊，无法不具、无法不变的。这就是说它的功用。那么把这一段文对照那个别教的啊八种意义啊。啊，别教开头讲的那个八种意义，它的修行的次第一一比对起来，就可以知道这个圆教的圆融啊，不是淡中啊，是圆中，圆融中道之理，就是啊，大概如此。我这只是按照这个大意啊，顺着文字做一个简单解释，不能深入细讲，深入细讲啊，不容易了解。如果真正要研究这个道理，要自己去下番功夫啊。比如说，这都是书在天台三大部啊，法发玄义、法发文具、摩诃止观，把这三大部的教典下番功夫之后啊，才能体会到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啊。这个每一个缘都要把它解释到彻底，这是困难的事情。有些道理不是用讲的，说不出来的，说出来的都是方便仪啊。下文就有说到啊，那么没有办法，不得已用一言文字表达，表达的都不是究竟啊，文字表达出来的都不是究竟的啊。这就是所谓是名义啊，其次名位次，说明原教的位次啊。这里有两段，第一总名，第二别师，先总名，然后别师。总名的正文看就正文啊，诸大圣经论，说佛境界，不共三圣位次，总属此教也。这总指大藏经里面的大圣经。所有大圣教典，无论是经是论啊，里面凡是说到佛的境界的，凡是说到佛的境界的，那通通都是圆教的理论啊。而这个一佛圣法呀，不与三圣共有啊，所以不共三圣，就是声闻缘觉菩萨。那么这个菩萨就是指别教以下，前面说过藏教、通教、别教都有菩萨，那么这是完全属于原教的一佛圣法，所以不以三圣共啊。那么如果说这类道理的，通通都是属于原教，总属原教也啊。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法，一代十教当中啊，除掉这个阿含识里面没有选入的原教的道理之外，其他的方等教典、方等般若啊、华严，这些通通都有原教的意义啊。里面凡是说到一佛圣的教理，那通通都是原教的意义啊。这是总名。下面别师分别解释这个原义，原教的位次有两段，第一一经名位，第二六级判位啊。先阅经啊，这个大圣经里面所说的原教的位次说过之后啊，再总合起来用六级佛的意义啊来判定
判定这个众生本有佛性，到究竟成佛所经过的六个阶段，所以叫做六级佛。那么现在就先依经名位，依照经论里面所说的原教的位次来加以说明。这里有两段，第一，依诸经通释；第二，举二经别名。先根据所有的大圣经里面提出几种来说明，说明它里面所说的原教的这个位次的意义啊。每一部经把它摘要一部分下来说明啊。那么下面所列出的经啊，有《法华经》、《华严经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般若经》啊，这些教典。那么说明这个原教所有的修正位次啊，但意思啊都是很包含的，不像别教啊很详细的一个一个列出来的啊。那么这个依诸经通释里面啊，这个不另外再一一分别，因为这个正文里面呢它都有标出这个所因的经的名目啊。先列出这个法华经所说的，看入正文，法华中开示悟入四字，对原教住行相地词四十位。这一段是引证法华经。法华经里面呢并没有说明修正位次，这是智者大师根据《方便品》里面一开头说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。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使众生开佛之见，开示示众生的这个佛之见啊，使众生悟佛之见，使众生证入佛的之见，所以叫做开示悟入佛之见。这就是佛出现世间的本怀。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，他的用意啊，就是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。那么因此智者大师就是按照这开示悟入四个字啊，把它配合这个修正的位次，开配十住，是配十行，悟配十回向，入配十地，用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来配合四十个阶位啊。开就是十住开持破无明，初住就破无明啊，开如来藏见十相离，所以叫做开，就是啊表示这个十住的位次，从初住开始啊破无明正法身。是显示十行规啊，啊扩障既然断除了，烦恼断除了啊，这个佛的知见已经显现啊，那么十方法界一切功德同时显示分明啊，就在行位中啊一一啊表现出来，所以叫做以实行啊啊来配这个事。悟是开悟的悟呢啊，十回向位他把所有的障碍都能去掉，真如自信使他显现，那么十方法界一正法界之理当下分明，四理圆融啊。那么到了这种境界，那就叫做十回向位，就叫做悟。入是证入，证入啊，到了十地已经啊对这个四十二品无明快要剖经了，所以可以说呢已经证入这个将近就近的这个果地，所以叫做入。入就配合这个十地位，到了这个圆教十地，四地圆融自在无碍啊，那么任运度化众生，任运上乘佛道，所以入就配合十地啊，用这个法华经的开示悟入佛之间呢来配合住行相地十个四十个阶位。那么这是平经里面的文字啊，它所有的内涵，
把它表达出来，让我有这四十位，这在法华玄义里面呢、啊、有一详细的说明，法华文句里面解释到这个开示无漏的时候都有一一细细说明，那么还有其他的道理呀、啊、详细在这个文句里面。在科判里面呢，就是集字下第四原教，原教有三段，标释解，解释里面第一是释名义，第二名位次，第二名位次里面有两段，第一是总名，第二别释，别释里面呢，第一一经名位，第二六级判位，这一段文就是在一经名位这一段，就是一这个大圣经典里面说明原教位次，有关原教位次的文字，那个正文呢就在第二十七页的后边呢，经文说法华中开示悟入四字，对原教住行相地持四十微，华严云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所有慧身不由他物，清净妙法身沾然任应一切，此名缘四十二微。接下去是引证的维摩经，哎，当时讲的时候把这个法华中开示悟入配合住行相第四十微刚刚讲完，就碰到停电，那么华严云以下引证华严经的那一段文字啊，后来因为停电就没有录上，但是讲到后来发现了后文补充的时候漏掉华严经云，一直到此名四十二位这两行多的文字啊没有补上，那么后边补的文字是从维摩经云以下说起，所以现在啊这里就把华严经云这一段文字啊加以补充啊。经文说华严经云初发性是变成正觉，所有慧身不由他物，清净妙法身沾然应一切，这几句话是出在华严经，此名缘四十二位，这是编著天台四教仪的地观法师加上去的啊、嗯。那么这个初发性是变成正觉这一段文呢，他所引证的是属于东京翻译的六十华严，因为智者大师在隋朝的时候啊只有东京翻译的，就是佛陀巴陀罗法师翻译的这个六十卷的华严经，平常称它叫做六十华严或者是锦义华严。他所引证的这段话是出在六十华严里面的但是他的引证呢、啊、也不是按照经文完全这个顺着经文的文字照录，是有些少少有变通我们现在书本里面写的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所有慧身不由他物，这一段文是出在方恒平的最后，就是十柱讲完之后啊，十柱平的十柱讲完之后，由方恒平初发心功的平啊，他这是出在方恒这个功德说完之后啊，最后就是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。那么原来的经文是这样的，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
知一切法真实之性，具足慧身，不由他物。这就是思教仪里面引证的文字，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所有慧身不由他物的来源。初发心时变成正觉，这两句是照经文，是照抄的。下面有知一切法真实之性，有这一句。他揭露的时候啊，没有这一句，因为他不需要这一句，他只要证明啊，初发心成正觉的意义啊，能够表达出来就行了。所以这个知一切法真实之性，这一八个字啊，他没有把它揭露下来，因为他这里不一定需要用这一段。那么下文你下次讲啊，下回。